艺文活动，台中市爱无爱协会按即马开始，伫六港镇导师艺文中心举办有爱无爱联合成果展。店长黄静安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这群学员厉害的手工艺品。一件一件的作品，全部拢是台中市爱无爱协会展出会员的卡斯加艺术创意。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有碰到困难呐、啊，可是。旁边有老师协助啊，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老师他会一面教我们，一面跟我们怎么，跟我们说要怎么来突破啊，然后你第一次做的作品不大那个，你要就像多多练习，就会作品就会不一样啊，这样子啊。啊、现在这样子作品完成来展览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蛮有成就感的。怎么说？感觉说想不到学这个也会也，本来是抱着说学看看的心理，后来作品做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蛮有那个自己就会觉得说蛮有自信的。经过老师的教学，每一个人都会当找到家己的兴趣，并且发挥自信。拼布配雕对一挂身心障碍学员来讲是比较较困难，但是因依然努力去完成，精神予人真敬佩。真的真有力量，而且吼、哦，他们一个洞啊。他们一个线要打两个洞，就是用这个洞甲这内底这个洞，再去拍好，再拍好一寸，而且线一条一条啊撑。真的要做这个，真的非常的不简单。卖讲因啦，一般正常人都要做完就真困难啦，所以要做这都很有耐心的。这场展览将按即马开始到八月十七号，在鹿港镇图书艺文中心，台中市爱有爱协会36名学员是甲111件作品摕来遮展览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